喂，岳总，不是这个，你还有多久到？我跟刘总都已经到了，你真的快点，我们都在等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刚走错方向了，十分钟就到，马上。十分钟啊，快点。能联系到伤者家属吗？放在手机上最后一通电话是打一个叫余生的人。我紧急开打电话。好的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这里是不能随便进来的。不是不是，那个里面那个人是叫唐丽是吧？哦，是车祸送回来的。你是他的家属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是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伤者现在还在昏迷当中，目前正在全力抢救，具体的情况还要等一会儿检查结果出来了才知道。你要不先在这耐心等一会儿吧？哎，等一下。那有什么事我现在能做了？暂时还不用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会随时联系您的。您先等着吧。喂，喂，小，那耳朵在家吗？唐丽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，你赶快带她来医院。好，我马上带她过去。快点！不要动，赶紧收拾一下。玉生给我打电话说唐丽出车祸了，情况还不知道，我们赶紧去医院。走走走。玉总。栗子怎么样了？栗子就是。你怎么样了？谁是唐丽家属啊？我是。你们两个和病人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有没有直系亲属啊？有一个治疗方案要和亲属商议，他的直系亲属都在外地呢，在这边我们俩玩的最好，他这边还是跟我。我是他男朋友。嗯？不是你，不是我。现在这样，伤者左前臂伤得比较严重，错位骨折，现在两个治疗方案，第一保守治疗，我们立刻复位，然后石膏巩固。左侧胳膊要完全止动，这样周期比较长。第二，立刻手术，愈合好，周期短。你们商量一下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手术创口有多大？大概有3到4厘米左右。3到4厘米呢？这么长条口子，我觉得不太好愈合。要不我们还是保守治疗吧，到时候我能和栗子做手术吧。没有后顾之忧。你放心，栗子不是疤痕体质，术后做一些去疤的东西就没关系了。签个字。好。我们马上做手术安排。那医生他现在怎么样？除了手肘和脑震荡，应该没有大的问题。但是手术后要住院恢复观察几天。现在你跟护士去办理相关的手续。这边，
我去办手续，然后去拿一些那个住院要用的东西，然后你帮唐丽明天带一些换洗衣服。啊，你快去吧，我们在这儿。好了。